这么一个杀手，他制服不了王贵平，王贵平能是他的威胁吗？杀了一个王贵平这样碍手碍眼的人，留下两个可以操控的人，同时呢，他又可以得到一笔财产。七月，你这么一说，听得我头皮有点发麻呀，毛骨悚然。 再听听，再放一遍。哎，哎呦，多少斤？这，哎呀，多多，厉害厉害厉害！喂，好，知道了。怎么了？向科长来的电话，说时局行军支队还在查渔船案。怎么可能呢？ 陈叔不是说了吗？正当防卫，一天都不用坐牢。向科长亲耳听到了，其中他们在讨论，万一有人买通郑铎，上船杀人。这狗皮膏药硬，还接不下来，不就是个中院副院长吗？你找陈叔聊聊。 你姐夫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放心你，让我过来看看。我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什么意思啊？让你跟踪我？我可没工夫跟踪你，郭伦。郭伦，我不知道有句话你有没有听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担心的事情99%是不会发生的。谁说的？谁说的？反正不是我说的。 卡耐基，行了，哎，都已经来游乐园了，你处这儿干嘛？走，我们去玩去。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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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想玩什么？罗总说了，你之前可是夸下海口，说正当防卫是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你可别忘了。 如果这次真做了牢，以后的日子你也不会好过。这事儿只能怪他郑铎自己。我可以不怪他有没有撒谎，是英雄还是狗熊？可那点钱那么重要的一件事，他为什么不提前给我打好招呼？现在怕就怕法院抓住他这一点，他就吃不了兜着走。谁吃不了兜着走，我不在乎。 我要的是最后的结果。回来了，我给你做包子吃啊，保证你爱吃。
累了吧？啊？喝点水。生气了？今天没陪你，跟你赔礼道歉，对不起啊。不想姐姐，是啊，我也很想他。即使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死了，我们也不能放弃。姐夫，真的爱我姐姐吗？哎，有时候我想。可能比你更爱，比你更想的。好了，收拾收拾，一会儿吃饭。你叫我证明郑铎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国际玩笑。好，那我也告诉你，我已经联系过郑铎的养父，他也承认在郑铎的小时候虐待过他，他表示非常的后悔，准备也向法院提出精神鉴定，相信法院也会予以批准。所以到时候你就可以给出鉴定结果。你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知道吗？如果你方便的话，请你出血拉上脉。董主任，您知道我做律师这么多年，体会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什么？好像你没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出去。那就是人言可畏，什么意思？您前天和昨天在珠海参加精神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但蹊跷的是，您那个叫曲山的女研究生竟然也出现在珠海，并于晚上10:16进入您下榻的酒店房间，早上6:21才离开房间，直接打车到了机场。直到今天下午4:45，你们先后分别乘坐不同的班机从珠海回到济州。我是不太想让这段珠海奇遇的照片流落到他的老公和您妻子的床前，因为毕竟您是济州最受尊敬的精神鉴定专家。秦好，啊，老牛，哟，谢啊，你找我。检察院刚刚送来的书面通知，郑铎的父亲提出，被告人从小有精神疾病，要求做司法鉴定。有精神疾病，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做无罪辩护了。这么镇定，这么冷静的一个人，他要有什么精神病的话，那等于拿了一张免罪的杀人执照。照道理来说，医生他是可以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描述还有推断，供给法官作为参考，但是没有办法替代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裁判的最后结论。马德聪啊，可以做功课。老牛，根据现有的起诉材料，咱们调整新的思路。你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陈班长，辩护人申请出示一份精神鉴定意见书，以证明被告人郑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他在造成王卫平胸口最后一刀致命伤时正好犯病，依法被告人应当免除刑事责任。陈班长，公诉方此前一直不知道郑铎有精神病史，郑铎的养父提出了此项申请，所以公诉方按照所有的规定
依法监督了精神司法鉴定的全过程。小班长，辩护人还想请求传唤董鑫，他是齐州精神司法鉴定中心的办公室主任，也是这次鉴定意见书的主要负责人，他可以证明这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可信性。同意。陈班长，这份报告你们也看过了。我的当事人郑铎从小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3岁那年，他的父母因为一次误食农药而去世。更不幸的是，年幼的他被狠心的叔叔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辗转又将他卖给一个官夫，这官夫就是他现在的养父。辩护人啊，注意简明扼要。好的，沈班长。请问鉴定人，这样的经历会不会对我的当事人日后的人格成长形成影响？我只能说有可能。后来他的养父对他常年毒打，从3岁一直打到了18岁，这样的经历会对他造成影响吗？这要看个体，因为每个个体是有差异的。我只能说被告人童年的经历对他的心理和他的人格的形成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好，说得好。我的当事人在长期的虐待当中啊，患上了精神病，但不是永久性的，只是间歇性的。只要受到一定的外部刺激就会病发，在病发时完全失去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是吗？嗯，是的。根据我们对郑铎的童年和青春期他的经历进行分析啊，他有可能患上精神病。是确定患上还是可能会患上精神病？啊，我刚才说的是诱因。前几天我们对被告人进行了全面的精神病学的鉴定，通过采取各种的测量工具得成的数据来看，专家组一直认为他的确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触发被告人的间歇性精神病？我们根据对被告人的童年经历进行分析，被告人在童年的时候，他的养父经常当着他的面杀死一些小动物，以此来恐吓他，并且用小动物的血抹在他的脸上，涂在他的身上，久而久之他会对血产生恐惧，这种恐惧就是一种外在的刺激，作为触发条件诱使被告人发病。一旦发作，他会对任何流着血沾着血的东西进行攻击，以此来平复他的恐惧感。好，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渔船案最后一刻的案发经过。王桂平受伤后躺在了甲板上，血从他的身体下慢慢的渗出。就在这一刻，我的当事人看到了地上的血，在那一瞬间他受到了刺激，最终他的间歇性精神病被诱发，失去了自制力，一刀捅向王桂平，是不是？根据鉴定可以这样认定。何一丁，我的当事人郑铎确系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且他在杀死王桂平时正处于犯病状态。沈班长，我的问题问完了。公诉人需要提问。公诉人开始。既然看到血就要杀人，那么在本案中，当王桂平杀死胡白，杀死何守义时，被告人也见到了大量的血，那个时候他没有发作，而当被害人王桂平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发作了，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它不是固定的，它具有随机性的。也就是说，当被告人郑铎捅王桂平最后一下时，他的病有可能被触发，也有可能没有被触发，是不是？是不是？
专家组鉴定，他的确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请听清楚公诉人的提问，我是问，当被告人郑铎杀人时，他到底有没有发病？通过催眠模拟的手段还原案发的现场的场景，我认为就是发病状态。只是你认为？难道这只是你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你的鉴定结论？这就是我的鉴定结论。好，在鉴定组专家内是否存在反对意见？有。陈班长，这份精神鉴定报告只能够确切地证实被告人郑铎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但在案发时是否处于发病状态的证明力尚存有疑点，所以公诉人有理由提出对被告人郑铎进行二次精神鉴定的申请。什么意思呀？公诉人提出要二次鉴定。哎，陈叔啊，你到底是搞得定还是搞不定啊？啊？你给我听着，别坏了我的大事儿。按照刑法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可以证明他在作案的时候发病了，的确就可以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对吧？关键还在于认定。嗯，虽然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专家证人出庭支持，但合议庭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嗯，啊，采信的权利呢在法院。哎，你们注意到没有？公诉人最后的疑问很有力量。不对，这个鉴定书有问题。他的意见栏里面写到的自知力无，是指被告人在面对血迹时引发的这个状态，但是并没有鉴定出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到什么程度。所以以这个结果来判断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完全丧失，太片面了。嗯。祈愿，你又听。刚才来的路上有人给我塞了一封信，让我交给你。交给我？嗯。嗯，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嗯。出于职业道德和医师精神，我必须站出来举报，此次精神鉴定小组存在违规现象，请求法院不予采信，进行再次鉴定。因我始终不能忘记希波克拉底宣言，我应尽我所能为病人谋利益，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劣行。我的双手应该用来救人，以彰显神赐之医术的无上光荣。我为一切用医生之双手犯下罪恶的同行深切忏悔。董医生，该下班了。哦，加号的都进来吧，能看一个是一个。好好好。嗯。郑铎，精神鉴定的方法复杂多样，而且是根据不同的个体针对性的进行。刚刚两位专家给你做了国际通用的量表测试和面谈。你小时候受过虐待的遭遇的确是令人很心痛，这些过往的经历给你的心理造成了很多的阴影。我个人还想对你进行一次催眠的治疗网，以便更好地获得你当时的心理发展状况。你只要完全放松配合我就行。当然了，我们本着的是自愿的原则。自愿？那我可不可以不做呀？你是不敢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那我们开始吧。老师，你是不是要整一个怀表，然后在我面前晃呀晃呀晃？那玩意儿对我没用。根据这份鉴定书，你们鉴定小组是不是可以做出结论，郑铎并没有患间歇性精神病？是的。请简单的陈述一下你的理由。专家组采用了国际通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以确定被告人在小的时候的确遭受过养父的虐待。我们还了解到，在他15岁以后就有了明显的反抗意识和心理阻抗模式，甚至曾经为此和养父大打出手。这足以证明他对养父的这种行为有着清晰的是非观和憎恶感。通过对测量结果的分析，专家组给出的结论是他的精神结构并未偏离常态。另外，被告人无法提供既往的发病证明，对以往发病的情形无任何清晰具体的佐证。当本案的被告人郑铎看到本案的被害人王桂平突然流血的时候，是否会突然之间的发病，并且无意识的将其杀死？就专家组的结论来看，只能是否。咱听清楚了，现在听取公诉方的意见。被告人杀死被害人是主观的、有意识的、故意而为之的，还是非主观的、无意识的、非故意而为之的？请明确回答。专家组的结论是，他杀人的行为是主观的、有意识的、故意而为之的。陈班长，公诉人提问完毕。辩护人需要询问吗？不需要，陈班长。但辩护人提请合议庭注意，第一份鉴定意见书依程序进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请法庭考虑。两份报告的结果不一样，应该采信哪一份的决？这就要看合议庭怎么议了啊。请愿的意思是说，案件审理的结论应该由合议庭做出，其他任何人无权干涉。虽然原则上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干涉的人多了去了。哎，那些人啊，都是不合理合法的。合议庭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啊，要尽职尽责。没错。那合议庭的同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正式的评议，并做出最后的结论。合议庭经过充分讨论，综合本案事实及证言、证物、证据所形成的完整证据链，一致认定被告人郑铎间歇性精神病与案发时的情况不相符合，裁定被告人郑铎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结论不予采信。本案事实审理和质证过程全部结束，将择日进行宣判。休庭。两份鉴定意见不一致，这次很难办。这我也知道啊，我要你来就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罗总，只有最后一个办法，我们就放手一搏，死马当活马医。说。首先我们得把郑铎的人设做足、做全、做大。他明明是救人英雄，现在却被越描越黑。我们可以找几个大 V 明星的经纪人聊一聊，让他们在自媒体上疯狂地煽一把情，不仅增加他们的曝光率，还可以凸显他们关心时事、质疑权威、为弱者发声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可以。作为一名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我的最高目标。只要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只要对我当事人有利的事情，我
都可以做。如果辩护律师都不能据理力争的话，那就没有人能帮得了被告人了。嗯，在我面前演上了，感觉自己像个好人了是吧？嗯。冯总啊，这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心里应该清楚了吧？明白明白，冯总，您放心，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一定给您干得漂漂亮亮的。行。对了，至于你上次要我帮您帮忙什么经营许可证啊，都是小事儿，我呢都能跟你办齐了啊，关键是在于我们之间的情谊，对吧？哎呦，谢谢冯总，谢谢。哎，到了到了。林阿姨，再看看这个。哎呦，这不是苏总吗？哎呀，你说这相约不如相遇啊，在这儿幸会到您。风总也有雅兴来看古董。嗨，就好这口。哎，我听说你们罗总最近得了一对好瓶子，乾隆的。风总也听说了。嗨，听说了。我这不请罗总打高尔夫的时候，他偶尔说起的。他说，那对瓶子器型比较小，但是品质上乘啊，罗总都赞不绝口。所以，封总想收购？哎，不敢不敢不敢，我怎么敢收购罗总的宝贝？其实是我们家老爷子，他想得的。啊，哎，你老爷子说了，他这辈子啊。就对这些历朝历代的瓶子感兴趣，人家下辈子投胎都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瓶子。你说说这，那行，那看在老爷子的份上，我替你向罗总求求。哎呦，苏总，您替我说说好话，我这儿替老爷子谢谢您。嗨，其实我当面问过罗总这瓶子的市价，罗总怎么讲？他说。至少也得上百万吧。小苏，谢谢你送我回来，我先走了啊。李阿姨，您等等。嗯，这是什么呀？从文物展厅出来啊，我就给罗总打了一个电话。罗总他说了，管他这个总那个总的，一律免谈。这个瓶子啊，天生就是林阿姨的，只有林阿姨的身份和地位才相配。绝对不行！哎，罗总他还说了，如果林阿姨觉得这个东西碍眼，回头啊，他让封总来找您，任凭林阿姨随便处理个价钱。小四，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是绝对不可能收，我们家老吴也绝对不可能让我收。来来来，我帮你放回去。哎、林阿姨，来，我帮你放回去。哎哎，林阿姨，以后绝对不可能这样啊！好了小苏，好了，林阿姨，行，我们知道了。小苏啊，你回去呢，转告小罗，就说我跟老吴啊，都把他当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替他打打招呼、理理关系，那都是应该的。你们要老是这样的话，那就生分了，知道吗？好好好，我回去啊，一定转告罗总。以后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一定会帮小罗的，叫他放心啊！谢谢林阿姨。好，先走了啊！哎，这么贵重的瓶子，说扔就扔了。你要是喜欢，回头我叫罗总送你一百个。这是我们立案厅今天拍的。哦，这个是渔船案的家属吧？对，你看啊，这个是何守义的妻子，这个是他女儿。
那个是胡白的妻子，边上是媒体人。哎，我跟你说邪了啊，今天这媒体人来特别多，好家伙得有十五六个了。这个是？这就是刘凯的母亲呢。家属的心情啊，我都能理解啊。关键是你们和院办的同志都辛苦了。辛苦是应该的，但是我就希望咱们何一婷赶紧判，该杀的杀，该关的关。尤其是那个戚文静，太残忍了。我就觉得必须给他判死刑，才能给老太太一点点安慰。你也觉得应该判他死刑？案情我是不了解，但是你看视频里头那祖孙俩太可怜了。哎，你这两天有没有刷那个微博朋友圈啊？就是现在有几个记者，还有一个女明星，我跟你说，那女明星演那个，还演那什么来着？演那个，说重点啊，说重点，就是这一波人啊，他们去了那个郑铎养父家里头拍了一段视频嘛。视频里呢，这郑铎的养父啊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是特别后悔从小虐待了郑铎，还说郑铎这个人从小正义感十足啊，那绝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不可能故意杀人，那必须是救人，得是英雄。还有这波人，我跟你说也不嫌事儿大，你说啊，他养父家里的情况是不太好，他们就把这家徒四壁情况发网上去了，然后极力的渲染，说如果法院给郑铎重判了，那这留下一个瞎眼的养父怎么办？养父说着说话要去撞墙，说是要给郑铎赎罪。哎，这媒体啊都不知道真相，但是这个承办法官呢，我想啊，他自己心里边会有一杆秤的。是，这个咱们是明白，但是我跟你说，老百姓的情绪是特别容易给煽动起来。你不信，你到那个下方评论区你去看一看，好家伙嘛，现在炸翻了天了。还有一个导演说，要把郑铎这件事儿拍成电影，你说好笑不好笑啊？喂。哦，行，好，吴书记，林青老师问您晚上几点能回家吃饭啊？怎么了？林青老师说家里来客人了。谁啊？就是您那个老战友的孩子，罗怀公。哦，知道了。哎，这豆腐太好吃了。吃完了吧？啊，完了。过来坐。哎，小新来。小罗先去坐啊。哎，李阿姨辛苦了啊。不好意思，真是。你把他这酒收在柜子里，放好的。哎呀。哎，对了，你俩喝点什么茶呀？不用客气了。哎，那个普洱。普洱。好，等着啊，给你泡去啊。跟你爸在云南前线的时候。喝的就是普洱，哦，现在是分精细了，什么老班章了、冰岛了、西归了，什么义乌了，炒得很高，是挺贵的。现在，那时候普洱是大众茶。杀死他儿子的人竟然是赵大娘的儿媳妇齐文静，一边是白发人送走黑发人，一边是八岁的孙女失去了顶梁柱的父亲，这叫这位七十多岁的农村大娘怎么活下去？哎呦，你这都回到家了，你还看这些干嘛呀？真是的。小罗，喝茶。好嘞。烫啊。吴叔叔，这茶真香啊。啊，你来我家不是专门来品茶的吧？有什么事儿说。吴叔叔这一眼就看穿我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嗨，跟我没什么客套的。也不是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我刚才电视里放的那事儿。渔船案啊，你跟渔船杀人案有关啊？不，不是我，是那我兄弟郑铎，
他呀，真的挺可怜的。他小时候被他养父给虐待了，得了间歇性的精神病。前阵子吧，我看他状态不太对，我就让公司给他放个假，啊，让他到海边去散散心，度个假吧，调整调整。可没曾想到，哎，碰上了劫银行的那个王桂平，他为自保没办法才把人给，现在要给他定性，让他负责。你说他多可怜一人啊！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我呀，小时候住在机关家属院，那家属院门口有个胡同，我呢得罪胡同里的孩子了。有一天啊，我被三个胡同的孩子追着打。这个时候啊，郑铎出手相救，把我给救了。事后我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救我呀？”他说：“他见不得我被人欺负的样子。”哦。他是见不得，我是想象不出你被人欺负是什么样的。要我看来呀，这个郑铎是条汉子，真的，他算是个英雄啊。要不是他出手的话，哎，那两个人能活着出来，早就被那王桂平给捅死了。桂公啊，法院姓什么？人民，人民法院，你是相信人民法院，还是相信你那个朋友？可是啊，我就说远点啊，这个事儿啊，真的非常复杂。这万一判错了，对吧？这个影响多不好啊！再说了，齐州中院又是在您领导之下的。错，法院独立办案。不是在我的领导之下，他的上级业务指导部门是省高院，啊，那不管怎么样都是党领导，对吧？党领导一切，在齐州您就代表党了。又错，党在齐州的具体领导是齐州市委。行行行，就算是市委吧。什么叫就算呢？就是，吴叔叔就是个认真的人。哎，吴叔叔啊，我听说那个齐恒，听说什么了？这个齐恒挺有背景的，后台挺大的，哦，要不然的话，怎么一下子就空降到我们齐州中院当老三？您都没拦住啊？哦，我干嘛要拦他呀？你这小道消息啊，不怎么样。告诉你，齐恒是我专门要来的。是您啊？对。哦。哎呀，我还听说呀，这齐恒有一个家属，刚刑满释放。你想，有这么一个性质的家属，这个影响多不好啊！第一，那只是齐恒的亲属，不是家属。第二，我们用他，又不是用他蹲监狱的亲属。他办的案子，是好是坏，水平如何，你就不要操什么心了啊！小罗啊，你以后没事啊就常过来啊，陪你吴叔聊聊天。谢谢林阿姨。哎，对了，林阿姨啊，我澳门的那个生意伙伴孔总啊，给了我一个好东西，我给你拿。哎，不，小罗，小罗，不要再给我送东西了。上回那乾隆的瓶子我就没要，你怎么又给我送啊？哎呀，这回不一样，不像上回那么夸张，这只是一个从欧洲回流的古董小瓶子，您懂啊？落我手上我不懂，我白瞎吗？小罗，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好不好啊？反四风，反四风，你吴叔天天在我耳朵旁边念经呢。起风了，赶紧回去吧。行啊，好，常来啊，小罗。再见。哎哎。
吃水果。老吴啊，嗯，我觉着今天那个小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啊，你听见了？嗯，听到了。其实你给法院打个招呼，不就一个电话的事儿吗？人家老罗为了你把命都丢了。再说佳佳在那个澳门上学，小罗帮了不少忙呢。哎，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佳佳是靠自己的成绩考上大学的，考上奖学金的。小罗没帮上一点忙啊。现在什么政治形势知道吗？反四风，反腐败。哼，你连人家饭都没吃过一口，你腐败到哪儿了你？我没说我已经腐败了，但是咱得提高警惕吧。嗯，好，提高警惕。对了，我得交代你两句。你是我老婆，是领导干部的家属，所以政治规矩你得懂。